我乃彭泽使臣，你们羞辱的可不是我的脸面，那可是我彭泽的脸面。凌阳主君，今天你必须该为个交代。就是他。陛下，福家大小姐求见。玄，此事关乎凌阳颜面，臣女恳请陛下听一人所言。孰是孰非，自有定论。今日，陛下命我福家女儿，以联姻之名，前往晋城。 刺杀刘成父，父亲，此次联姻人选就让我和金盏自行决定吧。殿下，二位福家小姐到了。拜见靖王殿下。靖王，请赐教。福二小姐武功稍有些枯燥，且性子急躁，恐怕不适合此次。让殿下见笑了。那此次进城之行，就有劳福大小姐了。 是御斩的荣幸。把俘女送出去本是寻常。出发。只是皇兄要派靖王去送亲，这就不寻常。难道陛下？